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念地藏、抄写佛经、行善。我的命运一直在改变，接触佛法是在与前男友分手的时候，因为与前男友相处五年，早已把他当作亲人，但在大学毕业的分手季他出轨了，而且他俩毕业被分配在北京，我留在了小城，种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情况让我对此事无法接受，心里有着吃的亏一丁点都吐不出来的难受，因此求于佛法给我精神支柱。接触佛法后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因果关系。我从小淫邪，小学时就接触黄片，虽然是有福，美丽可爱且聪慧，但后期福气也让我败坏光了，欺负朋友同学，占朋友小便宜，偷家里钱买吃的。至国中学习成绩一般，因为去重点国中，师资力量一般，我的成绩考重点高中及大学也不理想，每个时期都是自费入学，家里的积蓄根本没有存下，全花了。在国高中时继续邪淫，谈恋爱也是抱着玩一玩的心理，辜负过单纯的男生，谈的男朋友也没有真心对我好的，不孝顺父母，叛逆期让母亲年纪轻轻白了头发。上了大学接触微商，那时是微商刚兴起的时候，我被微商洗脑，卖伪劣面膜丢了人品，也损失了父母6万元钱，邪淫果报严重，同时还堕胎，堕胎果报严重，散财，朋友远离，身体落下疾病，至今未愈，是我的一块心结。后无助求于佛法，开始赎罪消业，最初接触僧家扎经、梦污秽、洗澡、剃发等，因为平常会看些感应视力，分析可能是白天看视力才做的梦。我虽然信奉佛法，但不迷信，没有真实事件和一些真正不可思议之事，我只能保持尊敬，但不会很虔诚。后抄僧家扎经、金刚经、心经、妙法莲华经时，正逢考试，那个时候心里像住了魔一样，特别讨厌父亲，抄经气到自己哭个不停，其实那就是业障翻腾和宿世的善根显现。某日因看网上写到抄僧家扎经7遍就会有明显加持感应，我在一年中抄僧家扎经，希望考上公务员，虽至今未考上，但现已在聘用治岗工作，当时许愿是工作地点离父母近些，能常探望父母，薪资在当地中等，公饭，同事关系和睦，现在的工作岗位离家很近，步行上班，供早餐，同事关系和睦，工资中下等，可以说已经很接近我的愿望了。说起这份工作，我觉得挺意外的，这种聘用制岗位招聘在小城基本上 99% 都是托关系暗箱操作，我这个职位更不例外，当时参加了考试，我就知道肯定考不上。过了2个月，单位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这个岗位还需要人，问我能不能去，这个电话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从来不敢想象。从这时起，我就发现佛法真是有些不可思议，先前有很多感应，因不好证实是佛法真实不虚，不具代表性，我就不说了。去年开始接触地藏经，去年长辈患病住院，痛苦不堪，正巧我看到公众号有说日念地藏菩萨圣号万遍，念7天若还有寿命，将病痛消灭，若寿命已尽，则7日内便去往西方极乐，远离病痛。我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，念了10000遍地藏菩萨圣号，当天长辈就不发烧了，不发烧就说明患者的健康细胞没有战胜病毒的能力了，其实是不好的，但没有坚持念经，只是每天散念，正正好好在我念到第7天长辈过世。我觉得这件事超级超级不可思议，最近家里长辈要找后老伴，这个事情闹了小半年，因一些感应让我觉得我与地藏菩萨很有缘，这次无助我就求于地藏菩萨，并且日念万遍地藏菩萨圣号，我发愿让长辈不找后老伴，平平淡淡安安静静过余生，不给子女添麻烦。结果最近听说长辈和对象要黄了，我顿时感觉地藏菩萨真是不虚，佛法真是不虚。去外地考试，最初没有买到合适车次，要倒车，半夜也睡不了觉，已经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时，火车加车了，
退改只花了16元。不用倒车了，感觉地藏菩萨真是不虚。现在我的朋友又多了起来，优秀的人也都和我做朋友，也遇到了人生路上的指明灯，觉得佛法真是不虚，宵夜的福真是不虚。还有几次殊胜梦境，梦到过两个菩萨下棋，我好像是菩萨的宠物。当时我蹲在桌子下，梦到过眼前漆黑一片，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小女孩的声音在叫我，但是我看不见。梦见我和母亲上楼，像是一个毛坯楼，楼梯很长，不知道前方是什么，我觉得很害怕。是我母亲叫我不要怕，领着我上去的。楼顶有着光亮，我还梦见有一个女子把孩子交给我，让我帮着抚养。最初的这个孩子是个小狗变的，后来又梦见几次这个孩子长大了，能有3-4岁左右，抱着我亲我，与我非常亲近。有一次梦见这个孩子在一个树林里，树林里有一束光特别亮，他说他去亮光处了。后来有梦到他在金碧辉煌的大房子里，像个宫殿。本身写这篇文章是想在考上心仪工作岗位再发表的，以证明佛法真是不虚，但是现在发现佛法的确真是不虚。希望把我的经历告诉大家，让那些在迷茫中和信念不坚定的人坚定信念，多行善事，因果不虚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